大家好，我是大耳。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背景很不一样？对啊，今天好黑哦。我站在前怪。耶、yeah, ，要唱歌。耶、yeah, ，好了好了，他现在好辛苦了，把介绍出来好了。其实我们今天有特别来宾，江湖人称钱柜美食小天后的米恩琪。Hello， 你好。嗨。也太辛苦了吧！很华丽的一个介绍方式。对，那你今天来这边是要介绍美食啊？我们两天超饿，超饿，超厉害，黄金泡菜臭豆腐。黄金泡菜臭豆腐还超香的。我跟你讲，你们来只知道点水饺跟牛肉面，对不对？对，嗯，对。那你要点水饺跟牛肉面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才是必点，这个可以 PK 掉这两个东西。真的？你们快吃一口，这真的，它炸的非常酥脆。所以它上面是用黄金泡菜吗？没错嘞。我要吃，一定要把泡菜吃在上面，而且它超多汁的，来来来。你从此以后就不会想点水饺这种东西。真的吗？有这么厉害吗？你一定要加泡菜。可是来 KTV 吃这个很伤喉、欸，超伤。没关系，伤喉的话，我还有为你们准备这个鲜大海。这跟红大海不一样的地方，它有加这个仙草，也可以润喉。其实它只是仙草茶跟红大海放在一起。你自己闻，它跟红大海不一样，因为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喝红大海，然后我是，这是不是很好喝？这超好喝的，我的妈咪，是不是？我喝完了也忘记你发的声音，是不是喉咙都开了？别给我像是天堂的悬崖，有吗？有吗？有喉咙，因为一般人可能就是觉得红大海很难喝下去，苦味还是什么的，中药味，它不会耶。再来就是牛肉干拌面，这一定要拌一下。我觉得臭豆腐它味道蛮特别的，跟一般夜市的吃起来，因为它上面放的是那个黄金泡菜，它的香气跟一般夜市的比起来，我觉得这个香很多。一咬下去就会爆汁，它就不是那种爆炸过久的那一种，它是属于汁锅的那种。黄金泡菜不会太甜，因为有黄金泡菜味很甜。最爱的干拌面。这是新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其实它还出一阵子，就是只是很少人选哦。每次来都要点牛肉面，像我们都会点面，然后再喝鸡汤啊，这样你们两种风味都可以吃到。对，好聪明哦。牛肉汤面的没有汤的，没有，它面不一样啊，牛肉面、肘拉面那种啊，这是油面。真的耶，好像耶。好，你们好好吃呗。让我妈妈好胖的感觉哦。这热量都很高哦。没关系，你不是很饿？我今天全程都没有吃东西，就为了这一顿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是。我有时候吃宵夜啊，真的是都不知道吃什么，我就想说，要不要干脆来请位外带个东西回去吃。我真的会，我小时候常常跟我朋友来请位开包厢，就只是要吃东西，没有唱歌。重头戏马赛海鲜披萨，这是钱柜必点的披萨吗？对。哎，钱柜怎么只有披萨的？有啊，而且它都是现烤的，所以这真的要吃很久。重点是它的皮超脆的，皮薄，不是很香吗？因为我平常不喜欢吃薄皮的披萨，所以这个 OK。我觉得还不错哎。这边皮不都很厚，可是它这吃起来就很脆，像饼干。比较不会胖，而且它其实它其实还蛮有的，很浓郁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它没有在省哎、欸，这多少钱啊？29这样，很便宜哎、欸，我觉得比那个外面，某家店的好像没那么便宜，对不对？某一间的披萨外送店好吃好吃。我觉得钱柜的食物好像蛮厉害的。谢谢钱柜美食小天后带我们来这边吃钱柜美食，谢谢。要记得订阅我们，然后帮我们影片按赞，然后下面可以留言哦。然后如果想要帮米恩琪的话，下面留言我也不一定会回你。你的、啊、好，如果喜欢我的话，可以来米恩琪 mini 粉丝团哦，都可以去骚扰他，没错，帮我们按个赞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